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在昨天的直播当中，应粉丝要求，小番茄开了把创作模式的白人房。作为旁观位，我们来看看这局比赛发生了什么吧。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2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刚开局没多久，大家都很热情地围着黑袍玩家进行友善交流。上飞机之后，大家非常默契地瞬间跳伞，并且在落地时发生停滞。没错，他们全都在开无敌刷装备。有些手速比较慢的小伙伴，那就只能被击杀了。由于大家都能上天入地，没多久之后，大量玩家聚集在水泥场玩耍。在这里有非常多奇特的景象，比如遍地的火焰、行走的火人，没人知道他们刷了多少个燃烧瓶。而在水泥场下方，则是一片混乱的景象，大家都是无敌，这时候就拼谁的手机好了。毕竟遍地都是烟雾弹，天上全是空投，手机稍微差点，说不定就要卡死了。小伙伴们，你想来玩这样的百人房吗？记得每晚6点来看我直播哦，我们直播间见。